我晚上回去做饭可以给你带一份。嗯，真的吗？对，你就不用点外卖了。真好，咱们今晚上确实有时间，就是看你想吃啥的，就做你拿手的吧。没有不拿手，让我来见识一下大厨的手艺。夸张了，就家常菜。开心，走吧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OK， 家终于有点家的样子了，我感觉。是吧？好不容易有一天休息的时间。划破了，帮我帮我。但是我这有化妆棉，你要不要先捏？先捏一捏。好像有点深了，有点严重了。好。附近的医院咱们找一下。OK。再高点。残疾人。这顿晚餐是用你的鲜血换来的。鲜血换的晚餐。怎么了？那没事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把这个扯到盘子里。我拿这个碗可以吗？这个。你先把它盛出来，然后炒西红柿。好。我问一下他们回来了没？我问他，我说：“凯哥，你晚饭吃了吗？”嗯。看他怎么回吧。咸淡的没有。嗯。真的吗？好好吃啊。对。是吗？嗯。如果是刚热热的，然后有汤的那种，是更好吃。我好喜欢吃那个香菇，我这血没白流，这是我的血汗美食。我们当事人其实挺好沟通的，就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，你们不要说了，你就告我能不能赢吧，我以为是这种的。我现在回想起上午跟陈律吵架，我就后怕，我当时太激动了，就每次讨论着讨论着就激动，就激动起来了，我又控制不住。包括下午跟当事人，感觉有点吼他的感觉。其实我只要紧张就会凶，就是他不是真的在凶，就是紧张，很紧张，然后就虚张声势。其实今天我们三个就配合的就比上一次好很多，对吧？可能是主要在前期把那个任务分配好了，也算一种进步吧。缺见长，你这把我觉得对，都在互相磨合。对，嗯，可能以后会更有默契一点。我感觉我跟 Kimberly 还挺默契的，每次配合我感觉都配合挺好的，感觉 Kimberly 人真挺好的。但有个现实问题就是竞争关系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无所谓啊，就他上次说的不是挺好吗？只是短暂的。这局游戏里面是竞争关系，但眼光长远一点，那未来多少年都是朋友关系吗？哎，无所谓，人生就是一场不会不散的宴席。其实明天即使是我走也无所谓。我觉得不会的，至少收获了你们这些好朋友。那我先祝威子能顺利存活，然后最终拿到 offer。首先祝我自己早日康复，其次也祝你越来越好，也祝你早日拿到 offer。两位同学，经过本次合议，我们现在通知你，你从今天开始提前结束实习。
一下就可以。然后吃个饭吧。对对对对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吃就随便找一家。我有地方。一定得带你吃好吃的。喂，你好，你们这边现在有九个人的位子吗？我觉得我跟他年纪相差不大啊、对，两三岁。我可能我之前也会有他这样子的情况，就是对待事情也特别执着，或者是就是别人怎么劝我也不会听。但是我也经历过这种挫折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特别像的就是我们都不缺乏这个从头再来的勇气。就像他最后，我就认为他可能知道自己会被淘汰了，但是还是坚定地说出那一句，我不管怎么样，我最后还是要当一名律师。对，其实我倒觉得节目组最后可以让他们来见我们。我还是想问一下两位，觉得这个合同到底有没有效？他见我们那面的时候还会说，老师们，我觉得这个合同是有效的，真的是个委托合同。而且这一段一定会找徐老师说，因为徐老师在前面掷地有声地反驳了他这一点。对，但是我认同他的部分观点，就在整个大的合同向下，就这个居间合同关系，我也是认可他的这个意见。老师到了这一步还是还在解释。你们法律人真的好执着呀。对。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掰手指的游戏 ？Never ever 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要不要来玩？要不要来玩？那就我坐过四个小时以上的飞机，连着坐。从上海到喀什差不多要40个小时。40？还以为你说4个。OK， 该你了，该你了。哦，该我了。我干过啥呀？我今早上吃饭了。我也吃了。脆多多算吗？我就吃了脆多多。那不算。我选过香港小姐。都没选过，你自己得掰。就是如果都没有做过，你自己是要掉的。这样子啊？对对。好，下一个。我能吃牛蛙。啊，你是不是累了？你们都吃牛蛙吗？挺好吃的，我吃，我不敢吃。我去过纽约，啊，我看过沙漠里的星星。我学过法语，没学过法语的折一只手指。我染过头发，我没染过。你没了，你也没染。他没了，他没了。来，真心话或者大冒险，选一个。真心话吧。真心话。大家想一个，那我们发群里，然后在群里挑一个吧，免想，免人想一个，每人想一个。好，那我挑一个我回答的。有觉得自己好帅？没有。